球迷们，还记得上一次南非世界杯所带来的激情吗？如果呢想要重温上一次的感动，可要等到两年后的巴西世界杯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以线上篮球游戏而受到好评的韩国 JCE 公司，现在呢就推出了最新作品 Freestyle Football， 就要让各位玩家来一起重温足球所带来的激情感动喽！已推出 Freestyle 线上篮球游戏而获好评的韩国 JCE 公司，随着即将登场的世界杯足球赛，又推出了以足球为主角的游戏 Freestyle Football。 在本作中，玩家可以享受从教练到球员掌控球队乃至于参与赛事，感受足球的速度与活力乐趣，并且享受街头比赛、联赛到世界杯等等的模式，并且也追加了 PK 模式，让玩家体验一下足球 PK 赛制的紧张感。在世界杯即将开打的现在，如果是对足球的热爱已经忍受不住的话，可以来玩一下 Freestyle Football， 解解馋，带动一下热潮哦。